曾在他的 FB 留下了一段语音，他说台湾社会因特定的政党激化，已经没有是非正义了。高雄本来是个善良淳朴的城市，却在政党故意的操弄下，造成社会强大的对立与仇恨。徐议长感到痛心疾首，甚至付出了自己的生命，希望能够换回社会的良知。因此，对于民进党撕裂民心、造成社会动荡不安的做法，我们表达最严厉的谴责。